Baby 开得很精彩，右路开得很精彩，怎么样？好。我本来想说，应该就只是喷湿一点点而已吧，就你看一下。我刚刚在外面洗了个澡，我穿深色的看不太出来，但是我今天是外单，这个天呢要湿。我现在也是，我是啊，可以裤都湿。那怎么样 Teddy， 你曾经想说你想当赛车手，今天什么感觉？就是下次我会晴天的时候来玩但是下雨天玩这个不会减少我对成为赛车手的梦。又如呢？那我刚刚让你让很多年快点，抱歉啊，因为你不让我啊。是啊，如果右边的角落被挡住的时候撞他，你有发现吗？超痛的，撞一个我整个脊椎都往撞到你了，好不好？没有啦，轻轻的。哪有轻轻的？告诉你，开快一点嘛。来，两位看一下，两位的屁股看一下，转过来给镜头看一下。看不太到、欸。啊，屁股湿了，他的意思是屁股不湿了。哎呀，你看我衣服黑成这样。好。好的。哎、欸，我刚刚穿的是粉红色的，对，变黑色。先弄里面，对啊，我觉得很好玩，以后还会来玩。OK， 好，谢谢。